像这样的节目就需要我们大家非常的耐心。特别好奇，它是像个数学公式一样哈，多长多长它要平衡的。最后一片了，加油。其实接下来我需要我们四位其中一位觉得自己心最稳的一位上来辅助我一下。心最稳的是蔡老师，体重最稳的是沈腾。你选吧，你选一个。蔡老师，有请蔡老师上来。你看，心战胜了体重。上来之后，请蔡老师站在右边那个小的框子旁边。蔡国庆老师上来之后才真正开始。心最稳的蔡老师加油。他到底要怎么样利用这个装置呢？该不是把这个给我吧？那我可受不了。哦呀呀，慢一点，慢一点，风大了，慢一点。这就跟开车玩拐急了还不行，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他现在应该把这个平衡装置支到这个棍儿上，是吗？哎，我以为他是要交给蔡国庆呢。蔡老师，我需要帮我把压一下这个砖头的右边，保持不要动，然后过来之后我要做下一步的。明白了，明白了。好的。蔡老师，这个施雨的压力现在非常关键啊！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看看啊。哦，我要压了。稍微用一些力，然后把它撑住。好，可以，可以，很好，很好，很好，保持一下。哦，它要放在那个杆子上面啊。好，很稳，很稳，蔡老师手很稳。好，蔡老师，你稍微稳一下。好的。哦，自行车用上了，他会怎么来使用这辆自行车呢？好，收。这边这个画框已经开始抖了。不急，要慢慢来。这时候力度只要稍稍大一点的话，整个这个平衡装置就会垮塌。他要试着要松手。哦。
他的手已经离开自行车了。这个太绝了哈，像个魔术。还有下一步，我希望可以成功。还有下一步，干什么？他想要转起来，他只有一个支架，对，就一个支架，找了平衡点，多牛啊！哎呦我天哪！那你再把那边也转起来看一看呗。好，我因为这个之前都没有尝试过，今天尝试一下呗，反正都试到这份上了。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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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羽毛。哎呀，羽毛。哎呀，羽毛。哎呀。哎哎，他拿羽毛吗？对，你别拿，让杨幂去拿吧。承受第二次考验。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太棒了，精彩，谢谢，非常好，非常好。你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找到它的平衡点吗？很多东西都平衡过，还能平衡人。如果可以的话，我请四位老师中的其中一位上来，可以平衡一下，一把椅子，用一条腿把它给平衡起来。杨幂，啊，二舅，二舅，因为这个椅子。我不知道沈腾老师多重，轻一点是最好的。我们四个人最轻的也就秘密，你最轻了。杨幂老师可以上来尝试一下。你最轻。先坐在这椅子上面。沈腾上去石头都碎了。不用紧张，好。哦，就靠在后面，怎么舒服怎么来。你看我不舒服。啊，可以扶着啊，你可以扶着，坐。这要是平衡下来的话，那真是绝了。绝了。对，要把话筒拿去，你两手扶着。那麦克风是不是又没有影响？没事，没事，快好了，快好了，快好了都。哇！别动！方太智能油烟机，为健康不跑烟，提醒您下节更精彩。那就呼叫声震动，因为这个是当时是平衡好的话，人可能会有一些紧张和移动。还要再试吗？再来一下，这太神奇了！你千万别动，杨幂太神奇了。我再来一下，我们也不出声音。靠后边，我们欢呼，你别动。啊，太绝了这个！让我们叫唤，你别动。我就害怕呀。没事，因为在后面，我要是护着你的前面的话，倒了没事。对，没事，你别动，你回头都不行，别动。啊，没事。特别像没有山的过山车。哇！别动！眼睛都没敢眨。别动！太厉害了！哇！掌声不停。这个太好，好，这个太棒了。这个太棒了，好，可以了。哇！太绝了。谢谢杨幂老师，试试也玩玩，哥们儿，还想不想有更难度的挑战？重量级的，好。
你上去了。我跟你说，我特别不愿意上台配合什么演出，我怕人家把我当托儿。但这个我真想试一下，想试一下，感受一下。以我之前的经验的话，当然是越重的话会难度越大，但是我试一下。越重应该越稳啊。但是呢，椅子腿不是很结实，所以移动的时候它会。行了，少说两句吧。啊。给你增加点难度，要上来干啥来了？妈呀，你这掰折了吧自己的。一二，哎呀！你这样坐姿不行，你要坐好，你坐好了，你别盘腿了，扶着凳子就可以了。好了，这样可以了。好了，别动了啊！人家搬起来都有难度。别喘气儿啊！别喘气儿，呼吸均匀。别动，别呼吸，别喘气儿。确实，就是重的话有点有难度哈。啊，别动，别动，好。你自己放松，别较劲儿。你的表演让我们觉得这个平衡术不是那种高不可攀的艺术，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我的决定是 yes。我喜欢你敢于现场在挑战，所以我的决定绝对是 yes。 我相信即使牛顿在场也会为你鼓掌，所以我的决定是 yes。 我的决定是 yes。 海天好友，好友奇迹，恭喜您成功晋级。